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来，如果你还不放心，现在来，我的鞋子看好了，我随便扔啊，可以吧？自不自然，对不对？棒子可以吧？棒子也可以的啊，看好了，下黑度，对吧？而且我的鞋子是横过来的，对不对，哥姐们？我随便扔的吧，对不对？下黑起，悬浮起地，大哥怎么解释？落来动，有没有想学的？直播间想学的哥哥姐们啊，我靠，神了！魔术讲究的方式方法啊，你学会了，你就不觉得神了，对吧？现在你觉得神奇，你学会了，你就知道怎么去操作的啊，没有什么科技啊，没有什么科技。啊，没有什么科技，我说了魔术讲究的方式方法，想学的哥哥姐们啊，飘一个小气球啊，飘一个小气球，我会当着大伙的面把教学发给你，你看完我的教学你就会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有人说是绿幕，不是什么绿幕啊，来下黑气，看到没有啊？不是什么绿幕啊，来这样，我当着大伙的面，这样我把这个树上的树枝。来，哎呀，我摘个树枝啊，看好了，盯紧屏幕啊，我把这个树枝放在地上，下黑动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还有说有一根线，大哥，哪里有线呀？来起悬浮，不是绿幕吧？还有说用绳子，用绳子来起。再起，哪里有绳子，大哥？哎，来，你说有绳子，好，我现在摘的啊，也不是绿幕，我就放在这个凳子上，可以吧？认真看啊，哥哥姐们，不懂就不要乱猜啊，你猜是猜不到的。来，下黑起，看到没有？再起来，走你起。怎么样，哥哥姐们？嗯，你把碗放到凳子上飞起来，大哥，碗也是可以的，啊，碗也是可以的。落，我说了啊，我说了没有道具，你还不相信？碗也是可以的，那把碗放到凳子上，来，佛罗诸佛，斗鼓郎当，下贼气，悬浮。大哥，你不可能说我的凳子有问题吧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？还有说地上全是洞，大哥，我在板凳上啊。来，起，地，落，洞。来，大哥，